假如你有个女儿，她特爱吃冰淇淋怎么办呀？那我就给她做一冰箱啊。哇，你自己做的？假如她嫌你做的没有买的好吃怎么办呀？那不能够，你尝一下，是不是比那个哈什么还好吃？嗯，真的耶，好好吃啊。嗯，怎么做的？想学啊你？那我教你啊。前几天我刷到一个糯米粉版的很火，但我有一个更牛的方子，不需要生蛋黄也能绵密无冰渣，媲美哈根达斯。秘诀就是冰淇淋粉自制，其实特简单，就用家里喝不完的奶粉，买了喝不掉的蛋白粉、玉米淀粉、细砂糖、海盐，还有最关键的葡萄糖粉，这些混合在一起就是原味冰淇淋粉啦，简单吧？那加可可粉就是巧克力口味，加草莓粉就是草莓口味，加抹茶粉就是抹茶口味啦。他喜欢啥口味我都能做，有了它们就能造出冰淇淋世界啦，可以多做点存起来，想吃的时候挖出100克，加点牛奶和淡奶油，混合均匀，放冰箱冷藏1小时，然后再打个3分钟，出现纹理并有流动性，就是奶味浓郁的原味冰激凌糊啦。如果我女儿想吃，我就一次性满足她的所有雪糕梦想，草莓、蓝莓、芒果，加糖和柠檬煮成果浆，这3种啊是日常最受欢迎的口味了，用它们来做水果夹心雪糕。我特意买了一批小梦龙那么大的模具，女儿的胃口都不大，但总喜欢多吃几种，一层冰激凌糊，一层果酱，再盖上，那这个牛奶夹心的雪糕就可以拿去冷冻了。那接下来啊，我还要给她做百变冰激凌，第一遍就是在原味冰激凌糊上加饼干碎，就是麦旋风或者叫曲奇香奶。那巧克力粉做的冰激凌糊，加点融化的巧克力，搅和匀就变成中雪糕的口感了。用草莓粉做的就加草莓果酱，用抹茶粉就直接做出抹茶口味了，那倒到雪糕模具里就是梦龙了，倒到罐子里就是哈根达斯。咱想吃雪糕就吃雪糕，想挖罐子就挖罐子，放冰箱冷冻一夜，一下子就能满足他一夏天的快乐了。而且啊，做法很简单，还不需要生蛋黄，这质感看着就想咬一口，奶香味啊还超级浓郁，我真的觉得比买的好吃。我有女儿的话，一定让她每个罐子都挖一口。保证啊，他们每个口味都巨爱吃。还有呢，挖个球放到脆皮里，又变成可爱多了，比那个还丝滑。这两个口味啊，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的。上边再淋个巧克力酱，是不是看着跟 DQ 一样？这还不算完，随便选个自己喜欢的雪糕，裹层巧克力，停留几秒就凝固了，然后啊再冻半小时，就是迷你梦龙了。你真是不给雪糕上任何机会啊。那最后啊，这些雪糕都放到袋子里封起来，就真的跟买的没差了。你看我这一冰箱是不是足够我女儿吃一夏天啦？炸！别做梦了，没有女儿，这冰箱都是我的。别无狂飙后遗症，模仿高启盛走路，烫大嫂同款发型，换狂飙壁纸，各种卖鱼吃鱼。还有我吗？我家从播狂飙美食，让小区的人都跟着狂飙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！哇，路边摊的肠粉机，他买了。那肠粉好吃的关键是啥？知道吗？料汁儿，用干贝和干香菇熬出来的汤头才鲜。这个料汁儿可是我去广州那次学到的配方。配料炒香之后啊，再把提前熬的鸡�汤浇进去，煮开再调个味儿，再煮5分钟吧。捞出来的配料还能炒菜吃，剩下的汤再浇个薄淀粉水，就是特鲜美的肠粉料汁啦。装几酱瓶里啊，就可以摆摊用了。那肠粉的配方千千万，我打算都试一遍。第一种是大米粉版，泡过一夜的大米，连米带水一起打成米浆，3遍果蔬键就不用再过筛了，就足够细腻了。那加了红曲粉就是红米肠粉了，口感有米香和一定的粘性，也很爽滑，这是一般家庭做啊会选的方子。那第二种就是邓粉吧，也是早茶店爱用的配比，按比例称重的材料全倒到一起搅和匀，就是肠粉粉浆了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明显很 Q， 不那么粘，比较韧一点，形状也比较整齐，吃起来很 Q 弹。那第三种就是加面粉版了，除了加面粉还加了调味，是广东肠粉小店爱用的方子，出来的粉是哑光的，口感嘛就比较软糯一些。那第四种就是马蹄粉版了，这是广州早茶店爱用的粉浆了，因为加了马蹄粉，又糯又 Q 弹的口感也是最受欢迎的。粉浆搞定了，再准备点配料，肉馅就只需要生抽、油、生粉，搅和匀就行了。好在肠粉的配料不是很多，生菜、鸡蛋、小葱是必备的，干面、湿面是猪脚面要用的。哦对，猪脚面的猪脚还没做呢，这个简单了，烧猪毛，焯水，捞出来，炒个糖色，下猪脚，翻炒均匀，加水到高压锅里，另起锅炒香，这些也到锅里调味，一键搞定。这猪脚炖的软烂 Q 弹，
这个汤汁拌面肯定特鲜美。这下齐了，可以出摊了。我觉得吧，咱别光自己标啊，让周围的邻居一起狂飙美食，岂不美哉？这小子也应该快放学了吧，先把城底的粉浆搅和搅和。我过来呢。你过来啦？那你坐一下吧，倒点油。倒油。做肠粉呢，不知道要来吃什么是吧？打两个鸡蛋，摊平。他们好像就放了一点点菜。这是北方人的葱量，我这现学现卖的手艺能比上正经摊了吧？粉丝跟我说，正经的肠粉啊都是不切的，就直接这么炫。先尝这份好不好吧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来一份尝一尝。啊，你还拿盘子了，有那个一次性的，还行。太香了。大家都知道电视剧里的美食了。Hello， 那边。饿不饿？给你们做个豪华版啊，放那个午餐里，来点生菜、虾仁儿。哦，我是说没这个酱的话，这个粉儿就不好吃了。哦，我要去。哇，你都秒完啊！老板，来碗猪脚面。哎呀，煮着呢。哇，简直太鲜美。生菜食料，北方特色小葱花，来拿去吃吧。哇，每次放学都跟饿疯了似的。看来煮酱面达人孩子都爱。但是我这个炉锅里搭孩子的同伴，谢谢。是放自制的酱，最后一份了，食材全空了，收摊。明天我去学学猪底火锅怎么做。假如年夜饭由我做主的话。我才不想吃大人喜欢吃那些菜呢。我想吃鸡鸭鱼肉鸭的话，烤鸭。我妈可是能做出饭店那种酥而不腻的脆皮烤鸭。鱼的话，我想得吃那种饭店新鲜的三文鱼刺身，不要蒸的，不要煎的，就要原汁原味的，而且要放在冰上，能冒鲜气的那种。肉的话，我想吃江雄谦家那种大战斧牛排，上次我妈去都没带我，那鲜嫩多汁的，我已经馋很久了。我妈肯定能做出牛排店的味。说到牛排，百吃不厌惠灵顿，过年嘛，得搞一整条菲力来做，太长的话可以用我家铁板煎，这拉网酥皮一盖，老酷了。这烤出来金黄的一长溜，像一条龙，酥皮切开，里面的肉好嫩。哦，对了，我一定得要全熟。蔬菜。哎，田馥罗，这各种颜色的蔬菜再裹那种泡泡面浆，这么一炸，啥蔬菜我都爱吃了。还缺啥？哦，对了，还有甜品，怎么能错过大红的草莓塔呢？过年嘛，得把四种口味都集齐了。听说外面买得200多一个呢，我妈的手艺肯定不比外面的差。好像还缺个主食，没有哪个小孩能拒绝铁板上滋滋啦的香喷喷的炒饭。而且啊，我们不要做茶几，我们要做大桌。王小琪，啊，走啊，开饭了。哦，你看小朋友们都等你好久了。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赶紧！哎，等！哇，不是吧？我这不是在做梦？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年夜饭吗？干杯！年夜饭就这样，你都吃吧。是。啊。知道吗？喜发财，红包。